我只记得就头发啊，闪亮女鬼。啊，是中文吗？我听不出来啦。大家好，欢迎来收看《师傅来街坊》。你觉得你的记忆力很好吗？今天我们来到了西门町，要考考路人是否能靠着记忆力画出品牌的 logo。那我们准备出发。就你记忆中大概星巴克女神都长怎样？美人鱼，我只记得就头发啊，闪亮女鬼。啊，是中文吗？我听不出来啦。还有星巴克。星巴克。Q 版的。修一下好。这太不星巴克了吧？不会，我觉得画很好哎。我甚至觉得星巴克要改用这个 logo。好。星巴克会告我。星巴克。直接画个眼睛、嘴巴好了。太敷衍了吧？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186的家俊。我跟你讲，我是国小的那个，就是台北组的水墨画的佳作。佳作，一年叫做五年级佳作。我跟你讲，星巴克女神是什么？海妖，海妖，美人鱼。五年级水墨画冠军。哎、欸，不错哎、欸啊。有水墨感，有水墨感的感觉。记忆中的艾迪达是怎样？记忆中哦，三叶草怎么画？三片叶子。有两种 logo 呢。对啊，我知道，可是我都不会画，我画画画得很丑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我觉得你画很好哎、欸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嗯，对，是还有一个吗？三个吗？你可以画艾迪达的 logo 啊，然后你不能看你的帽子。艾迪达，哎、欸，你该不会是设计系的学生？黄色的快点啊！艾迪达要怎么画？我们好像遇到神人了。还有那个三角形，是吗？是赫白吗？啊，三角形要怎么画？斜的，然后一个三角形。对啊，就是三个那个，对啊，长。对对对对。还有一点嘛，一点有。啊、我说一个圈啊。然后第二你确定有那个胡须章，这个很难，想一下胡须章的 logo。 好，觉得你画得很错。胡须章哦，对，胡子怎么画啊？不会画，他这边很多胡子。对，这样这样这样，好，我不会画。他还要他五官吧？五官哦、喔，对，对，他露牙齿哦、喔。好，这样子嘞，随便。What？ 胡须章怎么画？哇，胡须章，这样吗？我怎么记得是一个猴子啊？头发很茂密。对，头发很茂密。不是要画很多胡子吗？下面这边都画。啊，对，他胡子很长。然后两个眼睛，看哪边啊？很像起重机的大叔。你知道悠游卡的标志吗？悠游卡的标志不知道哎。没事，就画。在生气吧？才用哎，等一下，哦，这样，我不知道，长发型，不是一张卡吗？还有一个 logo， 我不知道，这样吗？真的回收，哇哦，不错呀。全脸的 logo 怎么画吗？
全年的 logo。 哎、欸，你在全年上过班耶？全年上班了、哦。对，然后全年的店员呢？那你会唱福利熊吗？哦，福利熊啊，福利熊，熊福利，完成福利，完成福利，完成福利 every day。哇，一直怎么会唱哎？好厉害、哦！那印象会大概怎么画去那个？对，前东家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。那我给你。富平打的熊猫，富平打的猫很常叫。你也是富平打？哎呀，我有点忘记呢。你要不要找到那画富平打的那个？蜘蛛吧。我好像猫、喔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只记得嘴巴，嘴巴。哦，好难哦。还有熊猫眼。对对对，没错没错。然后嘴巴，嘴巴是这样吗？嘴巴对。鼻子。对。好像好像好。你真的是富平打鱼吗？真的。怎么玩玩？可能有个黑耳朵，黑耳朵，啊，就是白耳朵，哦，一边黑一边白，眼睛大一点，然后像喉咙，对，然后嘴巴，所以它是熊还是猫？它是熊猫，可能这样吧。哦，可以可以，是两个眼睛在这。可以可以，打开吧。那眼睛在哪里？眼睛在这。太激烈了。美少女战士是吗？往嘴巴吗？嘴巴吧，要笑开心一点这样。开心一点，小朋友看到会吓到我。这个还汤姆熊啊，不是？